迎回到神的家，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所在之地是 Life for Christ 营地青富堂大礼堂。感谢神，今年总共有380个人参加 Life for Christ， 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代祷，求神降下合一的灵、复兴的火，让我们一起迎回幔荣。鼓励父母亲携带2岁或以上的儿童参加主日学，让孩子们从小也能得到牧养，认识神、敬拜神。教会鼓励青少年人参加周六的青少年崇拜，以帮助少年人在同伴之间建立关系，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够彼此扶持。生命品牌营报名将于本周一截止，还未报名的弟兄姐妹请赶快报名。同时，已报名的弟兄姐妹即日起可开始缴清营会费用。除此之外，教会已预定3辆巴士，若意自行前往的弟兄姐妹请通知陈立凤执事或办公室。幔荣教区的原住民施工团队目前在大塞德木宫的德邦村落建堂，目前整个的筹建过程已完成，并于今年7月10日举行献堂礼。在此需要弟兄姐妹一些设施上的给予奉献，如安装电风扇、拉电线、桌子椅子及音响等等。有感动或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把奉献呈交给陈立凤执事或王美珍执事。好消息，好消息！听着，再次推出新的生命品牌一系列之信望爱，欢迎弟兄姐妹踊跃购买。同时，教会也已经征印第一款的黑色生命品牌一，错过之前机会的弟兄姐妹，请赶快行动。下主日有圣经尝试比赛，书卷是四十记，请弟兄姐妹崇拜后留步出席。除此之外，下主日是圣餐主日，请大家预备心来领受圣餐。今天的家训就到这里为止，让我们预备心来遇见我们的神，愿神祝福大家。